所以这两位是基本上是不卖的，有一次有一个保修做，结果撞到那个擦撞，吓死了，然后跑到那边。一样卖，就是也有个风险，一样卖大风险最大。像以前这白铁一撞下去的话。撞下去，司机一定。我这个司机也这样子，还刹车上去的话，所以他就没有。他一开的话，司机刹车的话就往外冲。所以那一撞下去，那个很危险。以前有一个，对啊，所以像我们以前司机，他们很紧张的，因为看到最怕那个大脑是吧？哦。交车还不怕，交车我们不会刹车。现在很危险，刹车撞到这个，那个。那我以前碰到一个，因为他以前就正常的话，现在那个台中东段那位置，对，就是那个要进。